谢谢主席以及各位先进，有请行政院的陈院长。请陈院长。赖院长。好，院长早啊。昨天开始，台湾几乎每个里啊，开始打流感疫苗。是。好，开始打流感疫苗。我的选区，我的州里开始怕啊，有人怕你搞的讲，哎呦，这高端嘞，我们要死啊！但是不敢打啊，学生也一样啊。我们自己看了、啊，你注意看这个情况，在去年的时候，人民有选择权哦，学生有选择权哦。什么叫选择权？来，哦，我东洋的啦，赛诺菲的啦。什么的我可以勾给你一波嘞，给你我这 brand 盲目啊，你会怕怕的告诉我，哎，我这是啥高端呢，反正我会怕，反正你等级、啊、可以啊，他可以到你不要其他单位去打，那你就回去。现在政府推动的四个公费的疫苗都是有相同的效价、相同的安全性，而且在集体接种的情况下，我们就看他批货的情况来做。那如果有哪一位学生或者哪一位民众他不愿意，他要指定厂牌也可以，那我们会给他一张证明，他可以自己去诊所去接受这个免费的预防接种，所以还是有选择权。没有了，这个不叫选择权了，选择权是事先我就勾了，我这个我要打国光，我要打三路威，这事先的选择权，你是去了才知道说，哎呦，我国光我还怕。他给他一张证明啊，我再贴给去我靠，然后呢，我就浪费时间，我还浪费国费，然后我变成公费改成自费，没有，我改回自费。委员，你的印象是错的，实际上他拿了这一张单子，他仍然是公费，不是自费，但是要挂号费哦，挂号费，要挂号费，我到诊所去打挂号费啊，啊，这个院长啊。我跟你强调在哪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薛部长对高端这么好，一路你们对高端从院长开始要一路护到底。高端的营收今年从一月到现在到七月零了 ，zero 零零零零零，八月份的营收就是你们给他采购的，对吧，部长？对不对？我们没有在管高端什么营收，我们在看他的疫苗合不合格。我问你，你什么时候采购？差不多就是上八月嘛。对，请问你一剂多少钱？这我没有记起来了。200，平均240啦。总共才四家的价格没有差很多了。平均到230到250多少？部长。我们都知道平均一剂是240，你总共采购几剂？高端的不总共不是啦，全部啦，全部大概是690几万剂，698点多，将近700剂，700万剂哈，对，七百万剂，高端占70万剂，占百分之十八，所以好体贴啊，百分之十，以及我们的薛部长好体贴高端工，哇，除了你浪刀。家里没有米，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啊，人的疫苗的，人的疫苗的合格啊，无你要安那敢排除掉？你就给他订单，不是？来，对啊，两位长官听好哦，对，为什么大家谈高端设备？我昨天去跑选区啊，就有人看到说高端，马上转头就跑啊，白跑。他可以不用打，没有错。委员，我们在采购疫苗的时候就是公开招标，那公开招标就是看它的安全性跟有效性，我们不会有特别的排除。也薛部长在后面搞怪，你不知道这个标从原来的最低价标改成有利标，这个是量身定做，怎么不是？是不是？这改成有利标，为什么？我们不是这样。你讲为什么要改有利标？那部长来讲。如果说还是用最低价标的话，我们会担心有人会低价抢标，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请问你总共几家来标？一共有4家。啊，4家通通走了，
时候就抢票。对，但是他的，但是他的，但是他的提供的这个数量是不一样的。是，部长啊，院长啊，你不要把全国人民当傻子了，哦。你的想法不正确。如果说有一家他过去没有进来的，他用低价抢到的是比较多的量的话，那又有不同的故事了。自取是，请问有什么最有利标？为什么用最有利标？就低价标就好了。因为要去评审各种不同的他的条件，包括他过去的这个经验。你恭喜过程呐、啊，啊，结果弄弄丢啊。每一家都中奖，所以在每一间承诺的遐数量就是这个样子。每一家中奖，结果真的，陈建仁院长、薛仁远部长对高端好体贴。请问你们有股份吗？没有，我没有，没有啊。我想很重要的，我们在采购疫苗的时候 是要有足够的量。而且在很快的时间可以提供，让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预防接种。他不是国营事业，他是他不是嘛？对，他现在做的疫苗，大家都知道，韩国进来的，类似那个巴西蛋一蛋进来，一天进来包装，变高端。报告委员，报告委员，这个哈、哦、原意进来之后的这个无菌充填这个技术是非常关键的技术。你不要小看这一个。为其他几家都直接从国外进来，为什么高端不直接进来？大家比较放心一点呢、啊。这个在这一个国际上面哈，那这种疫苗的这一个制造充填，这个是常态了。对。我做一个哈小结啦，因为我时间有限了，已经占太多时间了，大家看人生气了。今天你高端为什么高端这么黑？就是因为你。当初 COVID-19 它的疫苗采购相关的成本资料封存三十年，没有封存三十年，这是错的。三十年，所以就黑到底了。没有封存三十年，这是错的。你现在可以马上解开吗？可以马上让我们看吗？可以让我们马上看。他还是有这样，没有啊。他的采购价格，这早就他自己都公布了嘛。资料了，相关的资料有没有上权入国？那这个是还是依照那个保密协定来的年限去嘛？对啊。今天高端之所以被黑掉，就是卫福部中的一个因，应该是有人黑的。结果有人什么？到现在为止也不给啊！我想谁在攻击高端，大家都很清楚啦。我们不用在这边刷个皮。你去问小孩子，你去问家长。你去问家长，大家高端。我们目前正在收集这些资料，到现在为止，各个县市并没有回报说有这样子的异常。我的你就有人回报了，高端还怕、啊？造啊！那要看案件数量多少。我们目前收到的讯息都是正常在施打。你要不要我资料给你？那是因为你把它盖起来、啊。你个案的话是没有意义啦，要看整体啦。你就是把它盖起来，所以你不知道打盖端。这个没有盖起来的问题，在学校接种罪很清楚了，没有，家长都没有什么选择了。院长，是，我觉得公开透明非常重要，当然，资讯公开非常重要。是，我给你看一个数字哦，我昨天在财委会说，今年呐、啊，税收哦，没卖呢，该给你个什么九月份。就超收了多少了？有我预估了，可以超收4000亿。财政部长讲那么细，说没有，只有1000亿啊！我跟你们讲啊，有另外一位我们的财经长官在这里，也坐在这里，我不要讲他，我保护他。他告诉我说，明年可以，今年可以增加4000亿。好、哦，所以而且那个长官的辈分比你还高，比中部长辈分还高。所以你那是1000亿啊，是不对的。我预估3到4000亿，好，管多少了啊、哦？来看，去年你所谓的疫后经济，说温暖呐、啊，温暖内阁啊，陈建仁温暖呐、啊，结果交给各部会执行，最糟糕的叫农委会，现在的农业部，他执行率只有15.55%，钱抢鬼包，抢了100几亿。
抢了106亿，结果到现在为止，到8月底，他就执行15.5%，只有执行15.5%，为什么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个样子？你如果以后预算，如果以后预算的话，实际上我们一共是编了3年。那现在您现在看的是一个 overall 的情形，那要看每一年的预算数是多少才来做决定。院长，你不知道，你先不要讲。我知道啊，这个以后预算我来这里报告，我怎么不知道？那这个本来农委会的这些预算，它是有分年编列，你现在把分年编列的合在一起来看它的执行的情况，这样的算法是不公平的。应该当年来看，我跟你讲，公不公平？为什么？来，我们看这个钱为什么也把编了10亿，改善养鸡场，养鸡场鸡场条件好一点，让那个蛋鸡啊下蛋下多一点，好啊，通给通过10亿，到现在呢，执行多少？不到2亿啊！你们执行很差、啊，这个更不是院长讲，院长你不要乱辩护，我了解你乱辩护。你让部长讲，让部长讲。我跟委员说明哦，你刚才说的106亿是整个的一个今年度要执行的特别预算。106啊！对，106亿是整个，那我们分3个部分。啊那不是全部用来养鸡了，不是全部，对，然后我没有讲比较重要的，乱扣帽子，我讲说用到养鸡的改善鸡的宿舍，养鸡的10亿里面，今年大概是2.6亿，本身我们在归、啊、我们因为养鸡本身，我们大概212场已经申请了，然后因为它需要地方政府的一些核准的程序，然后从3月到现在是6个月。那6个月里面，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这些辅导，让他们去申请。明年度改善鸡舍，你编多少？应该是8亿。零啊，明年都是零。不是，我们是连在一起的，因为预算没有，预算是连在一起的。我跟你说，我们今年本身会好进口单到什么时候？7月到明年6月，那是不是来戴部长？是不是？对，进口蛋的是不是到明年6月还缺蛋？对呀，到明年6月还缺蛋，是不是？我跟委员报告哈、啊，整个的一个进口蛋的一个机制，我们考虑到了今年冬天可能的一个禽流感的一个疫情会影响国内生产量能，所以我们用滚动库存的方式去维持一个合理的水位来互补。我问你，明年6月还不要进口鸡蛋了？问你这个了。没有，这个要看疫情的状况。我们到6月底是第一阶段。我没讲。你如果要像现在我们进口鸡蛋的部分呢，在9月、10月的时候，我们9月的部分呢，我们进口的量就减到160万颗、啊。你知道鸡蛋进口鸡蛋从哪一个部长开始吗？从什么东西？从哪一个部长开始吗？进口蛋。进口鸡蛋在你要看。去年的部分，好、哦、有一小部分是由陈吉仲部长，那前部长那边有在。大家听好啊，各位看官听好啊，陈吉仲部长之前没有进口过鸡蛋呐、啊，只有陈吉仲开始我要跟委员报告哈、哦，99.5%本身的鸡蛋都是国内进口的、嗯，那因为过去的天候。不像这几年，因为气候变迁、环境的变化、极端的气候，造成整个外部环境的影响，所以相对的，本身国内鸡产的生产的那个水平鸡蛋的这个量能吼比较不稳定。那为了粮食安全本身，我们希望说能够、哎、你不要急着一直讲哦，你讲那么多也不会当部长了，公鬼包！我跟你说，你根本资讯，我掌握资讯比院长还多。陈吉仲之前没有进口过鸡蛋，都、就是包括什么这个猪尾、蒙碳、含螨，没啥那东西。所以开始不搞啊！大家为什么？全世界连日本、这个美国都碰到了禽流感，都有鸡蛋荒，所以你现在讲这个是不公平的。为什么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以前没有禽流感，没这么厉害啊。所以委员你是。讲的不是事实，我当然讲事实啊，不是啊，因为你没有考虑到禽流感这样的一个因素，使得连日本都缺蛋，我们以前还跟日本要进口蛋的呢。我今天要强调在哪里？你们
你们一有紧急，我们税收超增了，你们拿去用，用也用不完，也不会用，不如给老百姓嘛，还税于民嘛，不是更好吗？所以我们有每人6000元的、但是政府需要投资公共建设，使得政府未来在经济的发展上有更好的基础，所以不可以把所有的。好，好，好，谢谢，谢谢，时间到了哈，来。